汉朝竟有两个欧洲附属国，东汉在击败贵霜帝国后，为民响彻四海八荒，于是汉和帝永元九年派遣甘莹出使罗马帝国，抵达波斯湾而还。而欧洲的蒙奇国和东鄂国听说后，纷纷宣布脱离罗马，恢复东汉。三年后，两国使臣抵达东汉首都洛阳，汉和帝把金印子绶赐给他们国，从此两国正式并入东汉。这件事在中国与罗马的史书中都有记载，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史实。